赛啊，胜不骄，败不馁。这场比赛并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次的起点。我也期待我们女桌能够下一次能够再创佳绩。在这里，我也代表于静，与我的家人，跟这位，跟为我女儿加油鼓励的人说声谢谢。并不是终点，而是下一次的起点。我也期待我们女桌能够下一次能够再创佳绩。啊，对于静的今天的表现呢？其实我对今天我们台湾的女桌三个女将表现的都非常不错，所以呢，我们应该期待我们女桌在下一次的明年的亚运及下一次的奥运能够再创佳绩。感谢一下教育部的体育署及国训中心对一件的资源、后勤的资源以及行政上的帮助，并容许我代表一进及我的家人，感谢一进一路走来的贵人。在这里，我也代表一进及我的家人，跟这位跟为我女儿加油鼓励的人说声谢谢。谢谢妈妈，谢谢。三立新闻网。台湾前三大新闻网站影片累积观看数超过30亿，九四要客诉2020台美四次大选蝉联发烧影片第一名，人生惊叹号，台湾最温暖正能量的人生故事都在这里。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国内外大小事下载三立新闻网 APP， 即时新闻不漏接。